说：“燃料挂线，来帮忙！”三、二、一，发射！五四三二一，发射！我很强，我全部都给光了。放这两个人家，有意义就没有，就是第一次的这个概念，就怎么样？扫描器一万二，我就直接就拿回去。没有错，好了，好啊，好。哎，石刚，你刚才没有提到的吗？你们干嘛这样破坏嘛？哎呀，要是谁在咬我弟弟，揍你！还真是有嘞。但是如果你是黑白的话，我不把我变木头人了。去考我，进去考我。